上英雄，伊个使命平敌，气势威霆，独占独本领。首先，稳定最紧，是阮好。好，无人消息，双双受伤。哼，不信，你将进出入门，促进你平敌，剑锋如锁，英魂自如。敌人处，应无天再提威信，欲轻敌阵中，将化红雷之信。一敌不过，此时独饮。迎着风，一亚苏混得不起。将将连春，中国军云霄风波，撼天动地。好，亚苏啊，是你啊！为东修啊，卖去连霄位咯，海风顶啊，现场接水一两双啊，必受要紧之伤。一两双不在圣众之中，也不在昏斗山，到底去了哪里？为什么不去不等下车？去兵马是暗算啊，大批武林将一两双水算为止。实际情景，尽会承认。好，南丁虎披风，武雄好，天心翁，这个精神，中国计最铁之性，一点输交皮之门，不是华公了，一起攻山河。天手天地将亡，铁阵的至坚。哼，龙王本领，明日金星玉魂将尽，一招速行。轻骨，不甘的是应无天文功速提，飙风出尽，小红入尽，哼，雄中一气，最后一招，说令恶毒。这样的兵兵兵兵呼吸雄鹰路，但红鹰再出红多万军，并无代表中路之英武天，就有办法休息对手。有多不出手，因为鸟难，无惜的命令，咱谁也不能动手，就徛关山看马相合吧。此游虽是无够深奥。但对你精美用户有其帮助，我不讲什么呀，你的表情已说明一切。天爷何为水主意已来到此地，并关来此地跟你海风的无用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圣众之地的情况如何，已将牺牲会有传说安装了，确定说就王孙不问圣策，以为天下都如两门积水难用，嗨喽！我用圣众之鸟，我误着一条线，世界大探，满目消息。我想的这双鞋路摔过了，
但一念书啊，就先想出人人间蒸发，声音不妙了。你风中鬼门关前走一走回来，身份拢尚未完全归位，就想官司，难道进入正常见阎罗吗？真吉先，万界雕像与文才龙烟，你有去了吗？要问呢？那令狐枪木是带着天意前往万界一瞬，而车王与钦机便已合力半路之路，前往文才龙烟一探。请诸位务必要将一两丝金币摧毁，你安心用上，我会尽最大力量摧掉一两丝，我这就出发。金吉仙，如果你再走一抓不动枪，就因诸位随便处事。好了，你们想伤还你，就算紧张为难，便因亚叔的金吉啊。派人要当着伊的性命，嘛无很容易。我总有一股不祥的预感。哈哈，听海兄弟安尼讲，连我嘛开始紧张起来了。咱今天拢不动下特救兵。阴阳波，哼，只要你肯好好沉睡半时辰，我就为你占卜一亚叔的情况。一亚叔真不稀奇。将含生死交关之刻，我全能安心入眠。只要你答应，我自能让你沉睡。啊，好吧。